上个星期周末前，我们接到通知，一位参加英文崇拜的会众确诊得了冠状疫病毒，而我们已经通知所有受影响的人。庆幸的是，那位会众和他的家人整体的健康状况良好，所以让我们在祷告中继续的支持他们，因为我们都是这属灵大家庭的一部分。这使我想到我们八月间的讲道系列，讲的是教会大家庭关系更亲密。弟兄姐妹，在这冠状疫情的期间， 我们小组关系的重要性是更加的明显，而教会指的不是建筑或节目，而是人，是一群与基督和彼此有正确关系的人，而站在那里，我们爱和被爱，认识和被认识，服侍和被服侍。因此，我们要寻求和解和宽恕，指向基督。然而，在现实中，我们知道这不容易，因为我们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群体。 但我们却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，而到了最后，我们对别人、对自己，甚至对上帝感到失望。，Bonhoeffer 说：“那个想要塑造一个完美梦幻般群体的人，要求由上帝、其他人和自己来实现这理想。他带着自己的要求进入基督徒群体，制定自己的规条，并根据这些来判断其他的弟兄和上帝。” 他顽固地在那里不断地批评责备弟兄圈子里所有其他的人，他表现得好像是他是基督团体的创办人，是他的梦想把人联系在一起。而当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时，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失败。当他理想中的画面被摧毁时，他看到的是这群体将要崩溃，所以他成为他弟兄的控告者。 上帝的控告者，而最后绝望的控告自己。但朋友们，教会是只因基督和他的福音而存在的。教会被基督救赎、保守和支持。彼得前书四章说：“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阿”阿门。